我们现在要飞去河内，然后再转机去岘港。那河内就是以前，现在是越南的首都，以前就是北越的首都。然后岘港的话，就比河内在南边一点点，在算是中越的部分吧。然后附近还有惠安古城，那个就是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。然后另外的行程就是好像还要去滑 SUP， 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，目前我们知道的情报就是讲这样。在机场等转机，然后就点了来吃东西，就点咖啡，里面是黑咖啡加炼乳，它还有附炼乳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小贵啦，但是机场嘛，懒得讲。然后还点了一份春卷虾子，我已经吃了一口，它也有附米露。这样，然后开始吃起来怎么样？有点辣，但它皮超 Q 的，不是鸡肉哦，真的耶，哇、哦！里面有虾跟鸡肉，跟满满的香菜。我觉得不喜欢香菜的人应该很难来越南玩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多食物都有放香菜，但是它的香菜是香很新鲜的那个味，就是很嫩的感觉。哦，然后它的香菜就是很感觉很嫩，就是台湾的那个叶子已经很感觉长得很大了。你看它颜色都是比较浅，而且比较细，所以它那个呛味比较低。好 ，baby 香菜 ，coriander 是吧 ？coriander、嗯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吃吗？那不是香菜吗？不是，它不是香菜，它叶子比较细。它不是很婴儿香菜吗？不是吧。吃起来跟香菜一样味道，可是它不是香菜，它就是香菜。真的吗？可是它很细耶，它就是很嫩很嫩的感觉的香菜，可能不同品种吧，那种细叶香菜。那它吃起来就是很像香菜，但是比较不呛，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一个呛味。这个应该不是香菜，那是薄荷吧？这是薄荷吧？你试试看。是这边吗？嗯，薄荷。结论是蛮好吃的。嗯，老不算。那还没，我没办法评分，你有办法吗？要等我们吃了别的东西来比较一下。他今天是一百分，就没有东西可以比、啊。对他目前是一百分。咖啡，咖啡，但是咖啡我不会给他一百分。嗯，因为台湾有。咖啡，这个春卷比在台湾吃到的好喝，可是这咖啡没有比在台湾喝到的好喝。